呀，砍错人了，拿猎物了。哇塞，海扁欸。冰箱没有年菜，好像都吃完了吧，都吃的差不多了吧，因为蛮多人的，然后其他的都在阿嬷那边啦，都在阿嬷家，要吃的话可能要去阿嬷家那边吃，可是现在都已经半夜两点了，哪来的阿嬷家。我突然想起来我昨天宵夜居然还是吃泡面，我就买那个来一客的那个泡面。什么啊，他那个什么动画，为什么什么鬼动画，我真的超累格的，我觉得我电脑可能要重开机。我是瞬间啊哦被中，我一直被压，为什么玩个怨灵被当白痴虐。我后面那个，后面那个发现机上面好像有人在修。他怎么知道啊？他知道我来了。哇 ，DH， 我刚刚在抓他的位置抓半天一直抓不到就他最后补一个 DH， 我直接头壳裂开。受不了，那个一定会被修。我的帧数好低我电脑到底怎么了？有人说这集更新后声音会有前后的问题，可是我目前听起来是还蛮正常的啦，就是声音都还蛮准确的，但就是我有点烂。我刚刚应该继续追的，我到底在干嘛？还蛮准确的，其实我觉得声音还蛮准确，但就是我今天有点懒，一直在雷。给你钱，快点去！你说买晚餐是不是？可是我去了就要关台啦。如果去买吃的，我就要关台了。哦，真的超累的，我的电脑好像要重开机一下。那台会被修了，不用那个，不用去了。应该还在才对啊。阿嬤现在正在吃依兰的拉面的泡面。你是说依兰拉面的泡面超商买得到吗？感谢1500 bit， 谢啦。超商买得到吗？全家 7 都有吗？还是算了，给他们修好了。
要被修完了也没办法啊，阻止不了啊！开场直接毁灭跟不死一起死，我根本就阻止不了他们休息啊！他们想修就会一直修，我也没办法。而且我电脑好卡，我是认真的，不是开玩笑那种。没声音。有人去救他了，回去抓地下室那只好了，正好给他们修好了啊。大爷给钱了，给钱了，大爷给钱了，大爷给钱了。刚是谁斗的？那叫阿葵花是棺材，你给我出来，我保证打死。白痴哦，哪有花式棺材？该出换了好不好？太凶了啦！我真的好累格哦，我真的超累格的。我的 FPS 真的是忽高忽低的，就是。偶尔跑到100多，然后掉到77，又掉到67。不知道我也没有干嘛，怎么为什么我的帧数这么低？电脑是被拿来挖矿了，我感觉我应该是要重开机，应该是卡了什么东西，拆不了。哦，也给钱了。好，我根本没开 RO 啊，哪来的 RO？ 我根本就没有开模拟器啊。这个人是有翻板子没声音的那个技能吧？看起来 Windows 在帮我更新，真的假的？ Windows 有更新吗？ Windows 不要乱更新，它有极速精密这一只。哎呀，砍错人了，拿猎物了。哇塞，海扁呢、欸？想怎么样？哦，手起刀落，网路线跟着拔，好狠，好狠！刚刚最后一只在修这一台，他提前跑哎、欸，好多、哦，他提前好多、哦。抓一下最后一只的位置。我真的是只剩柜子能找嘞。他刚刚确实在这个区块啦，但是消失的太。干净了，我翻柜找了。我怀疑这个主播作弊，真的，他肯定作弊了。
说该睡觉了。不要！为什么他突然咬住我的手，而且还不放开？好痛哦！